上人，我们都把灯牌和人气量亮一亮，就人气高了，人就来了。谢谢你们每一个人送来的灯牌、人气票，谢谢每一个阿姨和叔叔对达伟的支持与点赞，谢谢你们。谢谢送来的人气票，支持，谢谢，我们把赞赞点一点，如果你们的人气票灯牌越来越多，我们人气就越来越旺。我现在的会员有多少个呀？我看一下，我现在有31个专属会员，我的会员群有31个，叔叔阿姨哥哥姐，谢谢你们。支持着达伟，守护着达伟，谢谢，谢谢送来的点赞。有人搬弄是非，没有人搬弄是非。谢谢，谢谢每一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看到你们，OK，阿罗来了，支持达伟，谢谢。阿罗来了，谢谢，我们先点到10万赞赞，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没事，我知道有些黑粉他们挑拨离间，我在成都这个锦江区吧，锦江区阿姨，在这个就叫什么，三圣，靠近三圣乡这边，谢谢点赞。我们数321一起点赞，好不好？我们先把赞赞点起来，好吗？三，我们数321就一起点，它就有点赞的加成双倍，赞就越来越多，好吗？准备好喽啊！三、二、一，点屏幕，点达伟的脸，点我的脸，点。就有双倍加成了，有了吗？有了吗？你看双倍点赞加成中，快点点，我们一起点，把点赞点起来，点我的鼻子，谢谢。9万，哇，10万了。厉害，15万了，快！我的天，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然后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呗，阿罗是来家里面了，但是你们一会儿就是不要骂他，好不好？你们答应达伟，我们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人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要知道真相，就不要先去无缘无故的就去骂别人。我们先知道真相，如果觉得有错误，我们再去说他，好不好？不要盲目的一进直播间就去骂别人，好不好？骂人没有素质，咱们有点素质，因为我们都是人大面大的，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都很懂事、很成熟的，好吗？走人噻，难道？谢谢送来灯牌人气票，谢谢你们。然后，可能等一下我会对着阿罗哈，因为我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知道。稍等一下，好，谢谢点赞。好，谢谢阿罗。毕竟你跟着刘宁来这儿了是吧？这几天都住一起吗？你们两个住的哪里？我家。你家？然后，首先哈，然后没电了吗？有。你给大家说一下阿罗的这个情况，你怎么遇到？
欢迎小柔姐，怎么玫瑰公爵？欢迎小丹阿姨，你说一下嘛，怎么一回事？嗯，没事，你说就完了。他们是，就是你为什么是跟我看到你真实的和达伟跟我说的那阿罗那是两个人？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你。阿罗要不坐过来，阿罗来说。阿罗要不出镜啊，他来说，你自己来说。好不好？把所有真相给叔叔阿姨。别吧，我怕那个王先生那儿看到。嗯。怕王先生看到。嗯。他既然来了就不怕，有我撑腰，谁都欺负不了你。如果你真的是就是清白的，好不好？嗯、可以。嗯。嗯。我粉丝叔叔阿姨哥哥姐都知在，我你知道吗？那天包括我直播间的很多粉丝，嗯、我们都刷到了你抱着一个孩子，在拍抖音。对吧？对，但你的、嗯、我们都看到了的，这个互联网现在谁都能刷到的，但是你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事，对不对？都刷到过吗？那个视频，然后你这样子，嗯、啊，走了，怕王先生刷到？对，我怕他。没事，声音他也听得到，哎，要不你。我确实因为叔叔阿姨会录屏，录了就会发到网上、嗯嗯、发到网上那个人就会刷到，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 是生气想说话还是什么想说话，你们就都打正能量，我们就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嗯，或者不想看我怎么都打正能量。对，你们签有合同吗？我不知道，把车下了没有上车、啊、没上车，我没上车。没有啊，欢迎小柔姐，谢谢肖柔姐，而且小柔姐也是绵阳人，嗯，她现在在西藏那边，哦，对，我跟你说过，嗯，嗯，谢谢小柔姐，谢谢点赞，来嘛，阿罗，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看到，但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答应你一点，我们不要在直播间去抨击，去说人家，好不好？对，你们听就好了，我们听着，我们点点赞，然后我们听着，我们点点赞，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答应答应，好不好？然后我再把阿罗请出来，对，不然你们要是发一些不好的，一会儿你们又说演了，又说这样说那样，对。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说，但不要在上面打，不然你们这样我们就说不下去了，没办法。对，你们带节奏，我又小黑屋，我小黑屋我就关七天，我真的好不容易那个，阿罗过来，没事。旁边坐旁边吧。不用怕，你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好了。嗯。走了吗？嗯。嗯。这样吧，我们看到视频的那个他。首先阿罗，我问一下哈、嗯，因为我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这边人，你老家是哪里？就四川遂宁那边，而且他也不是彝。也不是彝族姑娘。嗯。我从一开始说吧，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不要骂人，如果你们带节奏或者怎样，我直接关了。我只是想了解事实真相，让叔叔阿姨也知道，我们不去冤枉一个人，也许有些人他是被害的，好不好？你说吧。嗯，就从一开始说吧，其实我也。不叫阿罗，你叫什么真名？我就叫圆圆，就圆圆，我姓何。何圆圆。嗯。那个逮了吗，曾经？归公。对，我有带，我跟爸爸在念。我看一下真实啊。嗯。没事，何圆圆对吧？对你讲。我可以给你看我的那个。那不能说出来，我看一下。然后我也。声音小吗？我说话听得到吗？谁带节奏直接拉黑哈，那老子有问题的，我难得给他解释。这个可以看吗？给别人？给他们不能看，我来看。名字可以。嗯。图片也是我。何圆圆。嗯。2000年。嗯。声音小。何圆圆。
2000年的哈，你是？嗯，对。嗯，你可以大声点，没事。就，所以你可以叫我圆圆嘛，然后也不用。叫圆圆吧，对，打两个字圆圆，叔叔阿姨可以说圆圆好，因为毕竟走到现在，他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对吧？他没有伤害到我，他可能也是无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圆圆，圆圆，你看他们都说圆圆好，是哪个圆？女字旁那个圆吗？女字旁。哦，名媛的媛吗？嗯，对。圆圆。嗯。名媛的那个媛。嗯。女字旁那个媛。对。啊，叔叔阿姨都跟你打招呼。嗯，谢谢。然后，何圆圆，你是8月5日哈。嗯。然后你说吧。就一开始的话，他们是去找真的那个阿嬷嘛，然后人家条件那么好，有家庭条件什么的，他不可能就真的来缠着你找你嘛。嗯。然后他们就找到了我。他们怎么找到你的？就是在一个地方找到我的呀，因为当时我家庭情况有点困难，就我妈妈她生病，所以我需要用钱。嗯，你妈妈生病需要用钱，她在哪里找到你的？就是在一个街上吧。她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她当时就跟我说呀，她说哎，这边需要演员，这种可以说演员。对，因为他们那边不可能找真的阿罗来找你，人家留学生家里条件又那么好，怎么可能天天被攻击？然后先别急，慢慢问，慢慢问。哦，说你长得像阿罗是吧？对。嗯。因为真的阿罗他也是这种高高。然后给你多少米呢？他们才开始承诺的是几万。几个 W 嘛，对吧？然后后来的话，他们就没有按照那个给我，就我。那我妈妈怎么又把你认成真的那个圆呢？因为你妈妈她只见过小时候的阿罗。然后你就去说你是阿罗。对，她没有见过真正长大后的阿罗。房产证呢？怎么来的？假的。这都是他们给我安排，让我去做的。真行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让我承受嘛，我就只是想得到他们给我的报酬。给你妈妈治病。嗯。但是他们后面就我找你一次，他们就分开给的，后来也没有完全的给我，然后现在又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对，他就感觉被骗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就跟我说，就是越做越不对劲的那种。你妈妈，那个王先生是什么人啊？他就是老板。老板。嗯。他跟小燕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他们具体的关系我不太清楚，嗯、反正他们好像跟。小燕的妈妈有关系。嗯。然后他们在策划这些东西。那他们怎么策划的？他想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就先通过我，然后才开始是想让我来找你。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的话，就利用。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不要觉得网络不能这样。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为什么？你们觉得对打个对，我现在每天我能卖3到5个 W， 一年是多少？你们算一下，是不是接近2000个 W 了？所以你们觉得网络不可能复杂，就是有那么复杂。有些人就跟做一个生意、做个项目一样，我现在直播间就6000多人，我一晚上我就能卖几个 W， 一年是多少？你们想一下，如果这个人通过阿罗跟我在一起了，然后。他就可以利用我，一年是多少？你们觉得是假的吗？假的，他何必把这个证件给我看，然后又坐在这里说这些呢？有什么必要呢？其实没必要。对，
对不对？我哪里像个留学生呢？我普通话都不标准。你们觉得对吗？他何必把这个给我看呢？天天就这些，你不看不就完了？你觉得天天这些，我只是告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真相。他们搞得也挺全乎的哈，是吧？真会演哈，这些人。我没有需要演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而是刚好出现了这个事儿，所以每天就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们也可以提防一下，就不会因为。我为什么要说出来？我提防一下，告诉大家，网络就是复杂。它比现实生活中还要复杂，只是我们看到的是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都是暗潮涌动的。我为什么选择把他过来，我当着直播的面开着，我还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啊。对，而且好像他们那边发的视频也影响到你了。是什么视频？就是我的那个视频。哦，对，听我说，然后那个你怎么抱着一个孩子在拍视频啊？就是他们最新的安排啊，他们希望我来。做账号，因为你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没有那个呀，没有成功啊，然后想借助，对不对？那个下面他们还把那个哦，就是想给你做账号，嗯，让你发个孩子，然后怎么借着你跟我的热度，嗯，然后把你做起来。然后下面不是很多人，哇，那条视频播放量还挺高啊。下面不是很多人评论阿罗吗？然后他自己把那个你们可刷得过那条视频没有？那条视频好像有800多万播放是吧？嗯。涨了还2-3万粉丝。嗯。然后下面很多人在评论阿龙，你把他评论删掉的话，因为不想让大家。对，我把他那些评论删掉了，对吧？影响你，但是好像还是影响到你了吧？影不影响？谁？我告诉你，谁都影响不了我。随便他们带任何人节奏，因为我没有我问心无愧。为什么我现在还7000多人？我今晚一样，我随便卖了一下，卖了2-3个 W。为什么？我问心无愧。我对任何人，网络上帮助我的人，我对待过的人，我都对得起他们。他们哪怕最后离开我，他们得到了自己应得到的，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唯一可能对不起的。就是我自己，我还不够努力，给不了我妈妈好的生活，对不起的是这群粉丝，这群阿姨支持我的阿姨，因为我家的事儿太多了，就是因为你出现过后，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你出现之前，我和小燕都是本本分分、开开心心的带货，一天带个5-6个 W。说实话，虽然我们利润不高，我们很开心的。对的话打个对。你说嘛，继续。然后后来就遇到了，这个姐姐助理。林文玲，她叫。对，然后反正她就，然后我也慢慢的清楚了，这是不对的行为。嗯。而且他们也不会真的。我告诉你们。在这个网络上，为什么你们后面做不起来了？知道不？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这些叔叔阿姨，你们想着去骗他们，他们活了40-50年，50-60岁了，他们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啊？要真诚，你不真诚，你永远得不到人家信任。你真诚的人，厚积薄发，你慢慢都会越做越好。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太多。那些不开心和套路，他们在网络上就想看到真诚，所以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真诚，我什么我可以告诉他们，真的拿他们当家人，我就是靠他们生活，我带这些产品就是他们就是我最大消费者，这是实话，我有利润从他们身上来，这是实话，是他们养活了大伟，这叫感恩，对不对阿罗？对，所以说我也知道这些行为不对吗？然后呢？然后就过来给你解释清楚，然后给大家也一不想再去骗关心大家的，而且我也不想再跟着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不会真的对我好，给我该给的东西。你有没有签那个合同？有没有？
有没有？嗯，是不是那个？你说呗，没事，他在直播间不用怕，签了就签了。你刚签合同没有？签了。签了。嗯。签了几年？一年。一年。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说，先这个一年哈，嗯，没有违约那个吧，金吧，没有，嗯，还有多久？还有，也没有，还有几个月呢。几个月哈。嗯。唉，那个，你妈妈，你为什么需要这个米啊？因为我妈妈她生病了，然后我自己也拿不出钱。真的吗？这个是你去过她家？嗯。确定？真的。她妈妈在家里面。不在，在医院呢。不要说这。嗯。然后你去看过吗？我去看过。他家里有他和他妈妈的合照吗？有。那真的是我才开始就怕你们，我也不相信吗？我就，然后我就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妈妈的住院费是他们给的吧？嗯。嗯。为了花几万块钱收买我的心，然后让我以后为他们卖命，一起做抖音挣钱，一年在我身上随便挣个几百个 W， 对的话打个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嗨，是吧？花小博大呀，打个安心牌。嗯，他们还好。价值吗？还好我不是傻子哈，打个安心牌，是吧？叔叔阿姨，我说对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这儿有个红色的加号，点上哈。对，嗯。那我妈妈知不知道这个真实情况呢？阿姨和你舅舅都不知道。我妈妈也是，你们对她好，给她花那个，然后你给我妈妈花了几个 W 医药费，然后我妈妈就觉得你是真的阿罗呗。对，因为她不会觉得其他人会这样对她吗？然后你就说你是阿罗小时候的那个，嗯，真的跟电视剧一样，哇！然后再通过这个，你姨妈怎么通过？然后肯定也找了我舅舅，对不对？嗯。给我舅舅好处，让你跟我结婚，是吧？结婚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一起玩抖音了。结果没想到有个小燕，其实应该知道小燕，所以就找方式，对不对？嗯，我说的对吧？真会演啊，是吧？对，他们就是想让我和你在一起，然后卖货。厉害厉害。但对不起，我不演戏，我这个人，我以前就被骗过，骗我签合同，我在另外一个海对面的平台，逼着我演剧本，也是让我抱着一个孩子演单亲爸爸，然后那个合同我赔了200多个 W， 所以我就一无所有了。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叔叔阿姨哥姐们，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去博取别人的同情，让别人支持他的那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觉得我小马达伟是演的哈，可以去查询一下乐山人，包括我妈妈的病情各种情况是不是真的，我说的有哪句是假的随便查询没有关系。包括我可以这样说，我在海对面那个平台我之前就做，我有41万粉丝，知道的打个知道，这就是我的过去。然后我之前我就做过电商，在几年前，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挣了很多米，我买了车买了房，那个时候卖了1000多个 W 吧，在海对面的平台买了车买了房，后面因为家里是
我妈妈的情况，我爸爸的情况，然后再加上我被人陷害签的那个合同，我不想做那样的人，我就赔了款，把房车卖了，赔了款，一无所有。然后后面遇到二帅哥，二帅哥帮助我拍抖音，然后我们一起起来。所以我现在也是。然后我和二帅哥拍我和小燕就火了，第一场直播直播间就两三万人，第一场看过的 QQ 一就火了。他小燕的妈妈就刷到了，就跟这个姓他的真的姓王是吧？嗯，王跟这个姓王的男的，对吧？就找到了你演这出苦肉计，因为没有办法接近我，我跟小燕那个时候在一起谈恋爱，是吧？小最可怜的是小燕，最可怜的不是小不小燕，小燕也是被他们利用。但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放心，我和小燕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协议，你们放心吧，我永远都会照顾小燕，小燕永远哪怕她真是年龄十八岁，她以后不跟我在一起，小燕永远是我的妹妹，我一辈子我都会养她，我一个月我给她一个 W 或者五 Q。我会把他养着，我会培养他继续去读书，他想学幼师就去学幼师，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小燕，因为这个网络如果没有小燕我做不起来，哪怕我很有经验，我能带货，我有能力，但是没有小燕我就起不来，对的话打个对，我永远都会养，哪怕小燕是我的妹妹，我一辈子我都会养着她，我会供她上学，供她做她想要的一切，我是个爷们儿，包括二帅哥，我知道怎么去对待，这叫良心。我为什么我做了五年五个月一年，我虽然没拍多少作品，就20万粉丝，我每天直播间七八千一万人，那是有原因的，对吧？我真实啊，我不骗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包括我每次卖货，我卖了多少单，我就把屏幕对着我的后台，你们看，打尾卖了多少？